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大圣七境净行庄严》第755集，我是维智。经文：复以宝藏垂珠花幡，香水洒地，善种名花，罗列宝物，出纳取予，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啊，有九小句啊。大意就是说啊，这个长者他所住的这个豪华的这个房子里面啊，除了旁边有很多的这个利民童仆啊来服侍他以外，你看哇，还有什么一个宝藏啊，用很珍贵的啊，不管是材料啊珠宝所做的一个类似帐篷啊，可以遮啊遮阳啊或遮什么的都一个东西啊。象征他的一个地位了啊，垂珠花幡啊，用很华丽的啊这样的一种幡旗这样飘下来，哇，就是反正就很庄严美丽啊，高贵啊，而且地上还用香水洒地啊，你看哇，增加那个气氛啊，善种名花啊，就还这个铺了啊，那边有那个散花的习惯啊，印度那时候有散花的习惯，所以善种名花用那些。哇，很有名的很珍贵的花啊，铺在啊撒在地上等等啊，或是放在啊这个室内，罗列宝物，哇，把宝物都摆出来啊，很多很多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啊，出纳取予，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总而言之，哇，这整个房间啊真的是非常的豪华富贵啊，庄严啊，那让人家都起欢喜心，而且哇，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家，他这个形象啊，就是非常的庄严啊，那威还有很威德啊，就是他的这个不管是威严也好，德恨也好，哇，都是没无与伦比，没有话讲啊，就非常的尊贵，大意是这样啊。那从法上面来讲的话，赋予宝藏啊，我们就用这个四无量心做宝藏，待会这些都会稍微再详细讲。垂珠花幡啊，就是四摄法啊，用四摄法可以来摄受人心，对不对？香水洒地就用什么法水啊，啊定水啊，禅定的定啊，法水啦、啊、定水来洒地，让大家安定嘛，哈、啊、安稳。善种名花啊，待会会有讲七种的净花啊，七净花啊，那七净花是什么？待会再讲。罗列宝物啊，这宝物就很多，因为这个佛的功德无量嘛，那当然他这个宝物也是无量啊，出纳取予就是说一个进一个出啊，我们这个法进来，做菩萨的法进来，那你出去要利他，就是自利以后要利他啊等等，那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啊，哇，这些刚刚这些法啊来作为啊你的这个装饰啊也好，或是给你使用的方便法也好，好来彰显啊这个佛陀的这个威德特尊啊，他这样的一个。庄严相啊，是无与伦比的。为什么？佛陀的这个啊威严啊、德恨啊，啊，你看他是万德具足嘛，啊，那这个各种德、各种智慧都圆满，啊，那当然是啊有这样的一种庄严的形象，啊，真的是无与伦比。那详细的我们待会后面会详细讲。那我们来看上人的啊手札，大福定慧二足具。依于真谛宏大法，进行高洁及清晨佛居万行立庄严啊。那这个因为在形容这个佛陀啊，佛陀的这个啊，他的一个境界啊。那你看他是大福定慧二足具，我们知道佛陀他是这个什么福慧两足尊啊，这大家都知道。可是上人的形容词又形容特别美妙啊。福呢是大福，哇，广大无边的福。慧呢还要定慧啊，定慧，定慧一起嘛。在之前在讲七圣才的时候提到啊，它是大福又定慧，哇，二足具，就福慧两足尊。而且它是依真谛理，就真实道、真实法啊，这一圣法，好来把这个大法弘扬出去，进行高洁及清晨啊，佛陀的这个清净的这个啊德恨啊。那他非常的啊，这个高贵啊，皎洁好，那这个净极清晨的境界啊，到达这样。那佛居万行立庄严啊，你看他佛
佛陀呢六度万行啊，都做，他有实力啊，三十二相，所以你看他当然是法相庄严，无伦比啊。那这个是大致上的意思啊，待会会再进一步再解释，因为这真的是很妙，我们读了这个啊，就是有很多的感触，待会来分享。那我说这四句首札啊，将佛的庄严还有他威德特尊的重点全部点出来，令人赞叹。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啊，最后一句不是威德特尊吗？啊，那我就觉得说，哇啊，这个佛陀的威德特尊啊，佛陀为什么是这么个庄严啊？那原来他有什么福慧两足尊啊，他有大福，有定慧啊，他都依真谛理去弘扬大法啊，啊，做到进行高洁、尽其心诚的境界等等，所以全部都点出来的，这短短四句话就点出来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妙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的理解啊。那这个我就这次用了四格漫画的这个方式啊，就找了四张图来解释这四章。我就想说，哎，上人为什么写这个手札？你知道哈，就是说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那个听熏法香的时候，就被后面那些七净花啦，哇，什么这些啊，不管从四无量心、四色法、七净花有没有？哇，这些被他吸引，被那些装饰所吸引。后来我发现不是。上人要教今天哦，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送二足句啊。今天上人的开头跟 ending 就是二足，好，福慧两足尊。他开头是福慧两足尊，好，那结束呢？希望我们这个拥有这两足。所以今天你看我弄了两只小鸭子，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不是有礼佛足吗？接花香啊，什么什么吉祥有没有？好，我们在礼佛的这个遇佛的时候都会这样祝福吉祥，好，所以礼佛足接花香祝福吉祥，就礼佛足为什么礼佛足佛足代表什么？佛足代表这个福慧两足尊，还代表佛，因为透过足有没有？我们不是有基门跟这个本门嘛他的这个足是什么？他去行啊，行菩萨道啊。我们看依真谛法去弘扬大法，去行菩萨道，所以他有进行高洁，还有万行，六度万行也是要靠脚，进行也是靠脚去行，都要去走出来所以持戒宗门也是一个行的法门做就对了，所以很重视行。所以上人今天要送我们的就是这两足了，二足句。好，上人今天的 ending 就用二足做 ending 很妙的。我后来就懂了，因为我开始都被那些七净花什么四色法被他吸引，后来发现哇，你要学拥有这两只脚就够了就是哪两只呢？就大福跟定慧，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依于真谛弘大法好，再来就是进行高洁及清诚，再来是佛居万行立庄严。那我们看一下应该看这一章佛是福慧两足尊，所以整个都是佛的境界，全部都我们要弃佛心学佛当然弃佛心，这全部都是佛的境界。佛福慧两足尊，在它是依照真谛道理来弘扬佛法，所以我们做佛子做菩萨就是佛子，也要依照真谛道理来弘扬佛法。好，那这个进行高洁及清诚，及清诚是进及清诚的境界，进及清诚上人比较常讲，我就讲前面的进行。进行我只想到两个一个就是进行是华严的境界华严海会，华严也是佛陀的本怀的这个佛心的境界。那华严经里面我只有读过两品，一品就进行品因为进行品是流通非常广的就类似华华经里面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样进行品那这个进行当然呢，佛陀的行当是进行，所以也是我们要学的那再来是进行在华华经出现的是什么？是导师菩萨，四导师菩萨有这个上行、无边行、进行、安立行，有没有四位导师菩萨？所以进行我们在整个行菩萨道的时候，要上行、要无边行、要进行、要安立行哇，这个进行高洁及清澈。所以我说上人这四句话写的实在是太好太妙了我就非常高兴，所以我就用这四张图来表达我对上人的这个一个敬意他这么用心的把这个法传给我们那这个佛居万行立庄严那个万行我们都知道六度万行做就对了，有没有？万行是六度万行做就对了，那就会得什么？
庄严法报身，昨天有讲，所以这个庄严法报身，就是他威德特尊，威德特尊就是庄严法报身怎么来，他会得到实力啊，什么这些三十二相啊，这些都会得到，可是他的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做啊，他有做啊，有做就有得啊，这个得者得也嘛，这些功德就是，你有去做，你就会得功德，可是他源头再往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靠着福跟慧，你要修福也要修慧，那修福就入人群才会修福，那修慧呢就把这个法，用法跟这个法就是理，跟事来相印证，让它汇合，让它如法，这样就对了。所以我们来看上人的开示，上人一开始就讲福慧两足尊，这是佛陀的一个别号。所以我说上人开示的第一句话都超重要了。那这个，所以他第一段他都是想过了，他从哪他上人都不讲废话的，这个他一这样啪，这直入人心，对不对？他一下就讲重点，福慧两足尊是佛陀的一个别号。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修福同时要修智慧，福要走入人群，在人群中付出修福，慧就是我们自己用心听法以后，慧是要从文法来嘛，要知道这个法呢就要跟目前的事还有宇宙真理汇合，看它如不如法，因为法还有这个道理是看不到的，没有体，无体无相，但是是自然法则存在的，所以他很难体会，但上人会举例的，那所以道理要是汇合，汇合就是以事显理，有透过事来显理你才看得到，所以待会上人会举例子，举这个十二因缘的例子，还有举莫桑比克的例子，让我们理解，那十二因缘，这里就有十二因缘嘛，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人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那倒过来，它就是，所以这边，是流转门，这样会生。那千灭门，如果你，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路灭，六路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所以你两边经文是这样的，我是背经文的，因为经文就常在记，就是说，那你这第二段的就是，还灭门，一个是流转门，一个是，这个还灭门，那另外呢，这个十二因缘它跟这个一个，就是怎么我们的人生，这个的一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无名言行，对不对？行缘事啊，就是比如说上就这个男女，比如说男女会合，那有这个，这些，这个行，那就比如说男女的义爱，这个父精母血，会合等等，就变成一个胎，对不对？等等，就上人就举这个，有没有？这左边这张图，就是这个整个胎，胎胞它形成的过程，等等。那结果你人生出来以后一样啊，又会有爱欲啊，又会造作，又会，招来这些因缘果报，又会历经生老病死，是不是这样循环？就是这样循环，所以这有过去的因，有现在的果，又有，现在果又造成未来的这个因，等又造成未来的果等等，就有这样不断的一个流转跟牵灭，好，这是十二因缘，上文今天有讲，那另外这里他就补充这个因缘果报，因为真谛理很难懂，所以他先举十二因缘，四谛啦，他说四谛常常讲嘛，就今天就讲十二因缘，那再来就讲因缘果报，那这个佛陀教我们因缘果报观，要将法入心去体会，虽然是人间事，但是真实道理，因为因缘果报是很重要的道理，我们要相信，用定心来相信心，我很喜欢这句话，心若有定，自然性就生，解就能很明，这样，那这个心不定，法就没办法入心，就怎么成长智慧，心如果定，性就生，解就明，那后来上来继续讲，智慧就产生，我们常说，戒生定，定生慧，那同样的，你心很定，那心这个定也会加深我们的信，那加深我们的理解，所以这个明就这样来，那智慧呢就产生了，所以大福定慧二足具，所以我们在做人间事的时候，你闻法，那你要有信心，心要定，信要生，解要明，智就生，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话，就特别揭露出来，对凡夫来说，造福修慧，两项都要具足，
啊，佛他已经两足尊了，那我们就要学佛、啊、所以我们这个上人今天一次要送给我们的，就是要送给我们这里、啊、两足尊、啊啊、就是这样。所以佛陀才是真正的大福定慧两足尊，我们是现在修行过程中要修福，同时要修慧、啊、所以要听法、啊、因为实际人大部分都是、啊、先修福嘛、啊、就是做做做有在做、啊、但是你要听法、啊、这样福慧就 平起、啊、福慧具足。那接下来上人就讲了这个莫桑比克、啊、的因缘跟例子、啊、我们看下面中间就是蔡代林、啊、这个莫桑比克的种子，现在是莫桑比克的负责人、啊、这个右边是他的这个先生、啊、迪克、啊、代林这个回台湾的时候常常硬要去分享嘛，我听过他两次分享都很感动、啊、一次在永和一次在中和，你看我还听两遍、啊、那印象都非常深刻、啊、因为他踏踏实实的扎扎实的在做，而且他分享会讲出他很多心路历程、啊、蛮精彩的，有机会你要听、啊啊、你看他把这个在莫桑比克，你看他们都在黄土地上修行、欸、席地而坐，你看左上角席地而坐，你看中间有没有他们、啊、在那边啊、哇礼佛、啊、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踩在那个沙土地上黄土地上，发放也是一样、啊、还有最有名是什么芒果树下对不对、啊、在芒果树下、啊、一起共修、啊、等等、啊、中间那张是回来台湾、啊、可能接受大爱广播电台是什么的时候拍的、啊啊啊、那我们接下来、啊、继续讲这个依于真谛弘大法，因为真谛很抽象对不对？所以这个上人就讲、啊、四谛法十二因缘，今天讲十二因缘 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莫桑比克怎么做怎么做、啊、这些，所以包括、啊、这个、啊、南非的潘明水居士、啊、去、啊、辅导这个蔡代林等等、啊、那还在那边整个做得非常好。好，那这样你才会理解、啊、原来人家是这样做的、啊、好，那所以看到他们都在黄土的地上，不过看起来进行高洁、啊、在大地汇合，人虽很贫穷但爱心满满，那种心真正的表达出进行高洁、啊、极清晨。上完前面那两句手札讲很久，好，第三句第四句讲很快，可是其实前面都已经带到了，其实整个在讲莫桑比克的时候上完就要带出进行高洁极清晨。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表面上看他、啊、那个你看席地而坐啊，还打赤脚、啊、在那边、啊、那么的穷、啊、等等，那可是他们的爱心是满满的，我们不能只看表面，你要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啊、看到他内心是爱心满满那种心、啊、那种真心、啊、进行高洁极清晨、啊、所以他们很贫穷可是却让人家觉得很高贵，这就是佛陀的教法、啊、佛陀的身形也是这样的进行。所以进行、啊、是看你的心清不清净、啊，你看他们都心宽念纯啊，心很清净、啊、这是佛陀的法、啊、教育我们人生，我们人依教奉行、啊、可以看出来本来是很肮脏很破烂没有法的地方、啊、现在有法了、啊、在他们的环境中环境就整个都变了、啊、你看这个人的弘法、啊、非法弘人、啊、这些人、啊、那种清净的爱心，这是佛陀的智慧，让我们人间可以、啊、人与人之间就平等。你看不管你什么肤色啊，什么地方啊，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平等啊，这种力量来庄严大地众生啊，所以上人说爱的力量很大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昨天的文啊，以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其身，利民同仆手执白佛侍立左右，有没有？昨天就在讲到这长者身上穿的衣服啊，那这个还有他的这个旁边有很多的童仆、啊、这些佣人、啊、等等。那今天讲到你看他还有宝藏啊，还有花幡啊，还有香水洒地啊，善种名花等等、啊、好，那看到这样、啊、不也是很丰富很富有的人间，有没有？上人继续用莫桑比克的例子、啊、来讲昨天的文、啊、这是他接着昨天的文帮我复习的时候讲的。他说这种清净无染、啊、很欢喜啊，很富有啊，就如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好吧，价值无量来庄严其身。所以珍珠璎珞、啊、不是说真的就披了很多带了很多珍珠披了很多璎珞，是不是这样？你看刚刚看我有特别拿照片给大家看，对不对？
这个莫桑比克那些志工，你在他身上有看到珍珠璎珞吗？没有，没有看到世俗的珍珠璎珞，可是上来有看到他们的这个心啊的一个洁净，还看到他们的爱心啊等等，所以就仿佛有这些啊无量价值的珍珠璎珞庄严其身啊，那我们看的就很欢喜啊。好，还有很多人围绕，结果是谁围绕？反而是大企业家，那些有钱人啊，因为他这些企业家也被邀请过来，哎，要学习啊怎么发放啊，所以这贫困的人他用爱心付出，庄严道场，所以庄严道场是有大功德的啊。他这个，那他就用什么？用身形啊，这些贫困人用爱心用身形庄严道场，那这些企业家也来学，变成度这些企业家来学，你看恭敬的付出啊，恭敬的付出。好，那所以上人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我是上人，我觉得那个环境啊，也像长者的室，长者不是有个大慈悲室吗？啊，里面无不都是宝，这全部都是法，法用在人的身上，哇，这种价值很高啊，所以这是上人看到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文，赋予宝藏啊，欲视无量心为宝藏，欲真实慈悲广披啊，普运众生，为护人身心啊，无悔无怨无忧无愁啊，所以这就是视无量心。视无量心是哪视无量？啊，不是，我常说不是慈悲喜舍，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啊，大慈无悔，啊啊，这个大悲无怨，啊，大喜无忧，啊，大舍无求，啊，这个，哎，他这边啊，无怨无悔无忧，啊，无求，啊，没关系，他打成无愁，好，那再来，垂珠花幡啊，欲四摄法就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四摄法就可以四种啊，摄受人心，影响他人。让他人你可以跟人家建立结好人缘的四种法，啊，这个非常重要，之前讲过，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啊，香水洒地，哇，那水呢就法水嘛，啊，洒诸菩萨心地以净惑尘，啊，意欲定水，啊啊，洒净心地就是说用法水来洗净什么我们这个心里的尘垢，啊，或是疑惑，啊，那或是说用定水，啊，让我们的心啊，静下来，定下来啊！善种名花，欲施教化，教菩萨啊，修大圣七净花，啊。那我们来看大圣的七净花是哪七净花啊？一三聚境界，二守楞严大定，三中道实慧，四啊断恶谛仪。那这个上人都有开示，我们直接看上人的开示啊。三聚境界就是戒律，那我又把它录下来，在右下角这个图。就哪三个呢？啊，就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摄律仪戒就是所有的这些戒法、啊、规律、啊、仪轨、啊、这个通通都要守、啊、通通都要遵守，叫摄律仪戒。那在摄善法戒，所有的善法，之前不是说、啊、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那就摄善法戒。还有就是总持不是、啊、持一切法、啊、总一啊，总一切善，持一切法等等，所有的善法啊，我们都要去做啊。再来是摄众生戒啊，摄众生戒啊，就是只要对众生有利的都要去做啊，就是像那个四无量心呐、啊，慈悲喜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刚刚讲过了啊，这都可以用来做摄众生戒。所以哇，这三句境界啊，这多重要啊！哈、啊，再来是守楞严大定啊，楞严就是华严的境界啊。那要修定心的话，就要入楞严的境界啊。那楞严经的全名叫《大佛顶首楞严经》，有没有？我特别把那个书啊，这个经拿出来啊，就是说《大佛顶首楞严经》啊，一个经的文，它会冠上大佛顶首，你看这个地位多高啊！啊，就像那个《华经》，它会是《妙法莲华经》啊，用花来做譬喻，出污泥而不染，对不对？得清净。好，那大佛顶首表示它的重要啊。地位，那这个这里面啊，你主要是要修定哈，像楞严经就是修定啊，定就会得慧啊，好，修定就会得慧，所以你要调伏自己的妄心哈，或是你要这个啊解掉你解开你的心结啊，或者是啊你要啊让你的心不散乱啊，那你都要修什么？修这个啊大佛顶首楞严经。才能进入这个守楞严大定，好，这都非常重要。
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啊。再就是中道实会啊，那就中道啊，那这个断二谛仪就是空谛跟假谛啊，我们之前不是有空观、假观、中观啊，所以你要修这个三观啊，那破这个啊这个二谛的疑惑啊，反正你不要偏空啊，也不要偏有啊，这个等等。那昨天有讲一些啊，再看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五个是行一大法，通达佛道啊，第六个是自得圆满，了了见性，第七个是断得成就，永尽无明。所以这个行一大法，通达佛道，就是要行大乘法，自得圆满，了了见性啊，就是分别自平等会，我们都圆满了啊，那自然道理就了了分明了，回归真如本性。所以就是能够见性，就是见到真如本性啊。那断得成就，永尽无明啊，你最后你要成佛之前，一定要断无明惑啊，从见思惑断了啊，再来就得阿罗汉了，再断啊尘沙惑就菩萨了，再断无明惑啊就变佛了啊。所以你一定要断得成就，永尽啊永尽无明，你才能够成佛啊。好，那罗列宝物出纳其欲啊，这个内有时候我的经文那篇注音是写纳啊，出纳啊都可以，出内也可以的啊，出纳其欲啊。就是自利利他的功德，上人说这个法啊进到你的这个心就自利嘛，啊，那自觉，那你要再去利他，好，把这法再用出去啊，这样就会有功德啊。那罗列宝物与罗列诸地真实功德，一心万行之功德，一念具三千性相，啊，应有尽有。所以一心万行，一念三千，这我们常常讲啊，所以他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多，因为一心万行啊，啊，那这个一念三千啊，所以就会变成有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非常真实的功德啊。出纳取欲啊，欲菩萨一切自利利他之行啊。那最后还有三小句这个经文啊，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啊。今天的关键是威德特尊，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佛他可以修到啊？他有这么种种言事的威德特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庄严啊圆满的一个相啊？那就是因为它源头就是什么，因为它有福慧两诸尊，它有做，它有修福又修慧啊。那威德特尊欲甚应身啊，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啊。甚应身，这后面有了，甚就是殊胜，应就是应化，上来有开始我们来看啊。那这个这就是有如是等的法啊，种种言事，看到他们的画面，待会再找会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生完全改变了。其实他还是上人就用莫桑比克的例子啊，那因为他觉得总是要举个例子，他才可以看得到。好，你要看到啦，你想到啦，感受到，你才能够相信，才会改变。好，那莫桑比克他们本来是那样的贫穷啊，现在看起来那么多么可爱，这就是法的德。你看有法以后，那个德相出来就变可爱了啊，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让人提起了尊严，就是哎，他们也觉得，你看哇，小小的有时候五毛钱也可以布施啊，照顾户他可以捐五毛钱啊，你看很有尊严，你看你不贫穷啊，你很富有啊，等等啊，所以你可以这个法可以让人家变得有尊严啊，那这个所以威德特尊，你看连那个照顾户啊，最贫穷的人啊，这个啊最弱势的人，他也觉得很有尊严啊。而且他觉得我有帮到别人，因为这个五毛钱五毛钱汇入功德海，最后就会帮助很多人，小小铜钱可以救人，就在讲这个。这譬喻什么？甚应身，甚是殊胜，应是应化啊，真的的殊胜应化身在人间救人，你不要小看啊。其实这些非洲的菩萨啊，这些照顾户，这些生病啊那很穷的菩萨，说明他也是菩萨化身的啊，示现给你看，我在那边很穷很苦很病啊，你来救我，对，如果你来救我，你也是菩萨，顺便也是菩萨化身的，所以殊胜应化身，我们要这样想。这有如是等种种庄严的意思，所以我们学佛要好好用这份光明亮丽无边的爱，这样能普遍在人间，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用心，只要我们用心，无不都是人间的大法，所以我们要相信大圣法定会二祖，所以就可以二祖。所以今天上人就是要送我们这福慧啊，两足尊的二祖，大家要时时多用心啊。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